这一球打击出去，在右半边非常幸运的飞出，往后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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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没有办法接，拜了个拜，收洞，送上。这个时候，周思齐炸裂地方右外方向的阳春全力打，扩大中信兄弟的领先为4-2，本赛季的首轰出炉。哇，布里汉今天在前面三局已经是挨了2发的全力打。嗯，今天前面的4分都跟全力打有关。嗯，但从重播来看的话，应该还是在比较高的位置吧，就是打着4轰攻击。所以不管是周思齐或者是弗莱西，他们差不多都是设定在2号位来做攻击。这一棒带起来，在左外野方向非常深远的飞球，目送出了左外野大墙。大师兄林志胜生涯的301轰出炉，是一发2分炮。现在最近比分的差距，双方4-7，3分差。嗯，关于把分数追到3分差哦，嗯，想要塞一个内角球，但是有点靠近本垒板中间的近垒位置。301轰出炉，继续来叠高大师兄障碍。现在这个左外方向这个南洋 arcade counter 可以再加一301，本赛季的2轰。挥棒真的还是有一定的速度跟力量。嗯。那这也是林志胜生涯的第1799支安打。哦，还不错，还有打全垒打，还蛮开心的。对，第一打席敲安上垒之后，跟刚刚林志胜有跟志胜有说有效的，是两个人是什么？很久没有在一垒碰到啊。对，然后恭喜他打300支全垒打，这个真的非常难得。对啊，就是很难打破纪录，这也很难缔造，可以见证，我觉得超棒。你们是同梯进来的选手，那你们都打很多全垒打，因为跟他一起打全垒打的场次其实也蛮多的。有，但是你不记得几场吗？应该不可能知道。不记得几场了，但是有啦，比方说 back to back to back 嘛，有一次，对啊，应该印象蛮深的，就打他老公这样。跟他一起打拳打好像蛮多场的，因为他很会打拳打，所以要跟他一起打的几率应该是说我要努力打出去才有机会跟他一起打拳打。有想过两人41虽然可以同场开轰这样？对啊，就这就是棒球就好玩的地方就在这。没问题哦。整个捐年纪对于表现或者